太阳当空照，花儿对我笑。喂，你乐什么啊？啊，是你？什么事那么开心啊？没什么，我这人呢，我最大的爱好就是唱歌。所以也上晨读课也唱歌。当然，我高兴了，我要痛痛快快的乐一乐。今天我把最不好记的功课都用音乐教育法背下来了。音乐教育法？是啊，我这音乐教育法就是把平时最难背、最不好记的功课都配上歌儿。配上歌儿。对，就拿刚学过的《渔歌子》来说吧。哦，将句号的糖去。对，当时老师让我背，我背了半天，总是背不下来，惨了，肯定被老师处罚了。这你就错了，还好我灵机一动，哎，有了，就用我的音乐教育法试试。这就用上了，看我的！你在三千白鹭飞，桃花流水鳜鱼肥。青箬笠，绿蓑衣，斜风起，不识归。啦哩啦哩啦哩啦，什么音乐教育法？原来是哪歌曲乱倒词儿？套词儿也得有能耐，让你套，你还不一定套得上呢。这叫能耐吗？这叫捣乱，又不是音乐课了，乱唱。还不是为了提高学习进度嘛？我这个呀，是最有效的音乐教育法。不管是语文、数学还是科学，只要一唱，又好记又好背。你若跟我学，肯定事半功倍。好，我就试试拜你为师。你教吧，站好！干什么你？站好！我说干什么你？干什么？老师总得有个老师样。你想学什么？还摆架子啊！我科学最差了，到现在还不能记下昆虫的特点。六只小鸭，你会唱吧？我3岁就会了。来唱吧。可爱的蚂蚁过生日，昆虫朋友都来参加。我们都有6条腿，身体关节很清楚。掏胸脯，掏胸脯，3个踢段掏胸脯。可爱的蚂蚁过生日，昆虫朋友都来参加。我们都有6条腿，身体关节很清楚。怎样？这方法有效吧？真有一套啊！把昆虫特点都唱出来了，我国各州也背不来，你有办法吗？没问题，小菜一碟。小白船这首歌会唱吧？没问题。咱们就用这调，我唱一句，你跟我学一句。鸡蛋蛋叫个大白鹭。冰城这是桃，唱。鸡蛋蛋走过大马路，冰城这是桃，唱的不错，再来。雪狼儿走沙狼，荣获是心山。雪梅兰走是芙蓉。我已是家养，霹雳一猫，狠狠完蛋。朋友，你就不能唱小声点吗？怎么了？看你越唱声越大，我们班同学一听，就一块跟着起哄，全都唱上了。啊，真是可笑了。